来玩这款游戏《无头骑士》。这边可以调语言吗？好像不行诶。放置 RPG， 为什么叫无头骑士啊？我是用 Google 翻译的啦，那名称都是英文的。反正放置 RPG 嘛，无限推关的。哎，真的是无头哎，好秀、哦！开砍了啊！做的看起来算 OK 的、啊。我可以自由操作吗？先看一下能不能调个语言之类的啊。装备拳头，攻击啊、哦，多拉一下吧。哎，我一开始可以拉好多、哦，花点贵耶。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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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背包，这里是选项吗？这里有了选项。哦，这个选项它没有，是不是没有语言？我应该没有看漏吧？好了，没有语言了，礼包码嘛，然后这个是。省电模式啊，都没有，最后一个就是这里嘛。这里没有语言可以调，这个是基础属性，好吧，认命吧。好好的无头骑士变成垃圾骑士了，刷赛。哦，他可以把怪物抓起来摔耶。对齁，这种放置 RPG 为什么他不做一些近身格斗啊？摔呀、啊。把一些摔跤技能用进去嘛，什么 DDT 啊，垂直落下式 DDT 啊，那个也很痛，好不好？那个比你挥拳还痛哎、欸。龙卷脚啊，我可以控制它吗？不行，它会自己跑。伙伴，提升，再提升，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画得很不错哎、欸，这是他的造型是不是？还是伙伴？哎、欸，画得还不错啊。好呗，好像是伙伴哎、欸，人形画的，你看啊，紫色。金色都是低阶生物啊，你要到红色跟彩色才有人形的啊。来抽武器，再抽，我真强化。管都是老外啊，收到一些碎片。我现在伙伴就是那只小恶魔，如果是人形妹子就好了。玩到后面还是抽得到人形妹子的啦，但很可惜一点啦，你一般玩不了那么后面，因为它好像没有中文嘛，可以选择。好吧，整体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打大型 boss 吗？靠，你这只 boss 挂掉吧！唰，做的算还不错的。本次影片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